说过两句来看我，一等就是一年多。我最喜欢这个。今天要是不还钱，我就把你抓回去做姨太太。啊，那行，那行。老婆，快过年了，你喜欢什么礼物啊？我喜欢花。啊，什么花呀？有钱花，随便花。老婆，你真美。哪里美了？想得美，想得美。尝过甜，转眼之间就过年，人挺累心挺宽，祝愿大家都平安，天空飘来七个字，健康快乐当回事。从现在开始跟随大军，双手叉腰一起摇，人长得又不漂亮，又没才艺，你会不会喜欢我呀？如果喜欢，你在下面写个喜欢。以前长得丑，不好意思拍抖音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脸皮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？从哪里失去？学这个我爸爸公下个用亏的，我老下爆，他就老打我，那个，那个其他人他没个只能肉吃，我搞了不灵，他下爆亏，嘿嘿，他又打我。